至少有人五千哎，哎还不错，这样不错哎。所以刚刚四强你看好的已经输了，没有啊，已经啊，绝对打死刀，对啊，绝对是不认真看。好，所以你现在就是预测这个确实是两个人对战，你预测哪？我是说你预测，不是说你希望。好，预测，好，预测台大物理，预测台大，对，要重做嘛，那个亚军是亚洲的，我相信群众眼睛。哦，所以这是代表那个大家的，就是多数人的看法。对对对。但说明大家只是看好台大物理这四个字啊。没错，那它的四个字的实力是比较强。这四个字确实就比较强。你知道台大物理有那个一个叫什么黄伟彦的教授啊，然后他那个就是之前就主张他要多价值，然后物理系管就有一点歧义，对，就给教授们价值。所以就是我觉得台五的实力应该是有得到一些加持的，就是教授都喜欢下棋，学生棋艺不怎么好，也是啊，教授喜欢念书，学生也喜欢念书，对对对，学生不喜欢念书就是教授不喜欢念书，嗯，对，没错，逻辑是对的。The reverse 在左边呢，对，他们一样都是布局在后面。对啊，对啊，有的时候布局在后面。他们就是尖大脚滑路线，暗算局的。我刚刚去厕所的时候有遇到 reverse， 他们说刚那场他们觉得很离奇。嗯，对啊，他们一度觉得要输，一度觉得快输了，对，然后就后来要逆转回来了。对，所以或许他们有一些神秘力量不一定。不过他们也是那个败不复活上来的，应该韧性更强。可能会浪一追二，因为第一场输了之后，后面连翻两场。哎，要看物理能不能破除他亚军魔咒。亚军魔咒，对，男妇女之间都拿亚军，翻拿亚军。他们从实力打上来拿亚军。对。所以现在 reverse 的军已经吃掉了一只，才来问你的事。不知道那个蓝色是不是主啊？这很关键。哇哦！哦，看，比尔只要快杀了，飞刀。怪的套路啊！看，自驾炮来的炮哎，足哎，漂亮漂亮，扳回城，势均力敌了。挡掉。他那边那只狙杀过去。一开赛就很激烈啊！哎哎，怎么了？差一点。哦，差一点是。还没按，还没按，现在还要我还没上子啊。对啊。不吃完还没上子。对。他刚是想要上炮架，炮过去一举歼灭对方。哦。好。两边台湾物语是那个会被占九宫的状态。杀进去。对啊，我就知道，哦、我就知道，现在台湾物语九宫快要不行了。台湾物语九宫，台湾物语九宫快要被占满了。大军压境，不要选手，分配不要，不要很会打到手中。来台大物理今天要好好防追。他又有一个狙在那边后面，要准备飞过去了。对啊，对啊，看台湾伟家，要不你要挡一个，快要挡不住了吗？挡一个在竹旁边。看这里，当然还需要把他对方的狙跟炮吃掉啊！而且他如果白什么子，他就直接狙退三个嘛。哦，这是将吗？这是他的将，或者是四也可以啊，三两个箭。可是刚台湾伟在后面看赛，他应该要，他们有要讨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就可能没有，他们可能没有来听我们讲评，不知道说他有飞刀。他应该刚有看，应该知道。他们可能不认为 reverse 会之类的，我也不晓得。还是他可能就是觉得说自己是台大物理哦，就没在怕。没有，他可能已经仿了，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到。就是说，他可能其实一开始就故意要让他进两只，然后再一举歼灭，然后就取得指力上的绝对优势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后手棋。
对啊 因为剩两只是没有用的，他第三只要从哪里生出来？你看现在吕赫斯要怎么占第三只，我又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他没有破绽的，他放一只台尾就挡一只，他怎么占？哎，这个还是四哎，哇，这个骑兵，这个四很关键，带两手就可以占到九宫了。公路被打开了，但至少要两手，对，所以还是有时间的，台尾还是来得及防的。困难了，我觉得这个那只是降，那降就可以了，对啊，你看降一下，威震一下就差两个。我觉得还是很难说，现在这个看不出来。我们现在看台湾物语的蓝色，一上来就这么激烈，就先占了两个九宫，真的就是散打。对，这一局是奖金30000块跟2000块的差别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15倍的差别。挡了，挡了。但是关键还是就是黑色的那个，在那个中宫的到底是什么？中央的黑棋。对，中央的黑棋除了将之外，还剩个什么？是啊，是也可以啊，将打一支，然后他摆卒啊，就骗骗人家。哇，吕赫斯开始那个大军压境，你看他要逃到哪？哎，你看射到旁边，等待下一波，等时机，对，还是瞄着他的九宫，是退到最后第二格。对啊，因为反正他想要再进去还是可以进的啊，居那么强势，他退到哪想要再进都是做得到的。你看，哦，差点要警告一次了，又没用直击走暗中。哇，漂亮漂亮！你看这个军师号，你看我就说他可能已经防住了，这个很关键。这个军师号瞬间就解围，而且还取得指力优势。这军师号呢？等一下，红狙吃黑狙，红狙吃黑狙是交换，而且搞不好吃不到黑狙，那应该是下下你看他应该再下一局，你看根本降不到。对啊，下得太好了，这个挡住了吕赫斯的第一波冲击。第一波你们就瞬间陷入劣势了，没有，他只会陷入长跑而已，他还可以这个还有机会啊，其实才刚开始，我记得一开始就蛮激烈的，比想象中的激烈，所以台奥也是一开始就上大局，你看机炮也都开了，看来两队都是很注重大局在开局的作用，上来就把机炮都放出来。等一下什么时候黄色是那个帅都不意外。这个，等一下，真的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帅了。等一下要看他哪一只是瞄最久，就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帅。那也不一定啊，就是这个实在是太。要虚虚假假才会成。虚实，对，虚实之术啊，吕赫斯虚实，所以他又动了一只在那边瞄那只士的。可能是黑象，可能打摩斯电吧，这样说说说说说。他都君子之争嘛，应该不会用这种模式。今天看起来都大家都買你奖金如果100万，那就会了。哦，真的，我们奖金就是100万。我是说火箭的事业，这是拿到100万的路上的过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最后一定要有那个一些关卡是没办法作弊的，就无论如何都想不出作弊的方法，除非你用火星人的办法。没有啊，如果说我们比那个什么，就是比什么，就我们把五个人放到旷野，然后看谁被雷击中，这样就没办法用作弊了嘛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啊，他可以人工制造雷，然后再放多一点金属。可是你要怎么让他打到你？就是增加几率而已。对啊，是增加几率而已，那没办法作弊啊。你可以增加几率，增加几率是合法，就乖乖不会赢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作弊？有没有什么比赛是怎么都作弊不了的？猜拳。
作弊什么？作弊的比赛。比赛作弊，对，因为你作弊也只是在规则里面写的，漂亮，哇，这哲学解题吧，太舒服了。作弊比赛是作弊不了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我们这比赛可不能成，可以成立吗？可是正常比赛，现在是一只猪。吃掉了，他那是什么？是，对。台大物理还是守的蛮好的。其实台大物理是有备而来的。他守的路线跟馒头的路线本来一样，馒头非常直观，台大物理的这种防守方法比较帅。台大物理是那个、啊，就是深谙这个宇宙的那个道理。所以它每个那个子都是有冥冥中有一种联系的，它是一种正气，只是我眼拙看不出来。开不了飞刀，真的很激烈。没有飞刀的 reverse， 感觉是韧性很强的。刚刚那一场我已经见识到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鸡翅，把它的竹吃掉。哦，竹要回首吗？竹会回首，哎，他在干什么？后手第一个死的竹要回首啊 ！fuck， 后手死的第一个竹要回首，他为什么没有回首？要赶到对手棋。台湾已经回首过了，应该没有吧？你说刚都没有，刚没有输吧？有吗？我有错过吗？好像没有，我也觉得没有错过啊，他是忘记了吧？忘记了，感觉真的太急了，裁判在干什么？我花钱请的裁判，现在都不要回首，规则都不知道。第二个图了，对吗？哎，我就说我自己没看清。花钱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也忘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太激动了，太急了，急被抓到了。赛普，操！赛普都没看到你，我一颗。原来骑不太激烈。我们忙着看那个时候最深奥的地方，没有看那个肤浅的地方。我们是在看两边那个能量，然后现在哪边是那个占上风？对。所以你觉得哪边占上风？台大物理，真的、哦，我看到 reverse 那边的胜率现在是73%。我看到 reverse 那边还剩13分钟啊。但这场现在布局真的进入乱战时的期间，大家的布局都很花，就是都没有人要亮，就是没有人要亮自己的旗帜，感觉你吃了一个后面就有一些就会引动一些变化，对，所以就不敢用强势的旗帜，想用扶持，可是他不会帮你旁边让你用扶持嘛，对，所以就大家就在那边各种迁移一个迁移，对一个对，大家就各种那个规则移动，一触即发的。那这就是 reverse 的套路啊！他的飞刀失败就是打这个，打这个豪罗阵战，打豪罗。对啊，拖啊，他一不小心就获胜了。真的拖住就刚才的 reverse 怎么？reverse 刚是我有忘了他的名字。他好像有一个瞬间突然把对方连吃了好几次吧，就对方刚好都走到他埋伏的位置。然后要做埋伏，对，连续被埋伏，对。因为这个也是，只要都埋伏好了，一口气就杀入九分，莫名其妙又赢。但我已经看出了，台武现在的阵型是没有想要动的，刚开始下来就是看在那边，等你怎么来步入我的陷阱。
对，你如果不来的话也没关系，那我就一直按钟，然后你时间走完就输了。因为现在台湾以时间优势一分钟，这很关键啊。可到最后大家就啪，都在比那个谁按钟的快，反正都不动词，阵型不好啊，我干嘛动词啊？很紧张啊，我发着图哎。关键就是红色跟绿色的手长。对啊，你说。没有，好吧，大家手肘在那边，就一直跳跳跳跳跳跳，然后就。你看，跟玩心脏病是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心脏病你要看那个牌是什么，这个你只要直接敲就好了。然后结果就是那个什么，连敲好像都不会犯规。我本来想说我就故意不敲，然后这样连敲两下，可是这样好像也不会犯规。不会犯规啊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哦，我没有，会，因为它是有手顺，所以如果我故意不敲钟。然后对方的下一个人先敲呢，就违规了。哦，假动作。对，假动作。大家放完一钟之后，突然哎，然后就假按一下。你不敲钟，对方再敲了不会怎样，都会。会犯规啊，他会犯规。对棋局没有影响，顶多警告一次啊。哎，两个是什么？应该是红色的马呀、啊，对啊，你看，我就说了，台湾的伏兵发挥了作用。对啊，他把这个吕二十的马宰了。果然，台湾物理刚那个阵型就是一个八阵图吧？你敢进来，你就会死。每个点都看守到了，天罗地网一般。哎，那现在又是该台湾物理。刚吃完。现在这个马吃完之后，剩一个数的话，一个整合率就到46%了。你的电脑有点弱，什么意思？是一下就这样子。不是啊，他下错了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怎么样改变很多，他下错已经证明就是这样。就是你像其实蛮稳定的嘛，对啊。你的气势无比，是我靠！一边回讯息一边玩，他们如果已经开始 MVP 了，优秀，哇，真的太强了！他是 Reverse 的队长，哦，是吗？对，队长嘛，还有这么强，会计系的同学，会计系，他要撒进去，很危险的，你来，台大物理非常危险。对，有人家三子都亮出来，然后那九宫了，又差一步，四马都瞄准九宫了。自己的九宫也在往前瞄了。而且那可能是两步哦，那个马跟那个四好像是同一个。对、啊，就黄色。对，应该是 G 跟四吧？还是三个都黄色、啊？三个都黄色也太……哎，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吧，刚刚他动的、啊。有可能三个都黄色、啊。对，那三个都他，那根本就是再轮到他就直接那个。就有机会一局。进九宫，或者他队友只要站一个进去。如果我是红色，我就先杀。没有 G 是挡得住的，你可以随便摆一只在 G 前面就挡住了。哦，他亮 G， 他要冲了吗？他没有亮，本来就在那。哦，没有他亮了，他摆不在，没有。他摆在那。本来就在那，他是回吃他的红 G。哦，挡一。挡这个马也很奇怪，反而会，他是把马赶走吧？他可能说摆一个卒，你马要不要离开？可你后面红色可能是炮啊，那马就直接进九宫了，还离开去哪？对啊，现在轮换黄色，三个人都走，就还没该黄色，黄色还刚动完呢、啊，还刚动还要等一轮，那车应该要闪开吧？车怎么可能放那边给马吃？对嘛？你看闪开了，好选择了中，没有人要吃车了啦，那只马就直接进九宫了。哦。红色要支援了。好、哦，红色开炮吗？炮直接打下去。哦，这只炮就太强了。可他双炮，哎，死了一只而已，他还有一只炮对吧？感如果这个炮打下去，真的就太……所以台五的防线真的被冲破了嘛？那发阵不绝就要。黄色G4嘛。
不过还有两栋的，还要看那个等一下。在台湾未来是可以上子长居，居是一定长得住的。开炮！哦，炮在那、啊。对嘛？太近了，送人家九公里了。所以可能台湾尾那个黑色是将，等一下威震八方，一举把马炮都干掉，可能会变这样。但是即使杀了马炮，人家视野可以在九宫。哇，李二的飞刀真的很犀利，他们的对九宫的压迫实在是很强势。台湾尾怎么办？卒哎象哦，好手，好手，好手，哎。但是激烈啊，九宫的攻防，哎、欸，挡车漂亮，时间不够，这一定要挡，这一定要挡啊，这一定要挡。换黄色，对，哎、欸，换粉红了、啊，两个换粉红。广场上有哪一只啊？只有马后面那一只吗？粉红，马后对啊，马后面那只，那可能是马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不能是马，不能是马，只能是象，象就很凶，象可以直接踩进去。是马，马的话也不错啊。他不能讲话，他实在比啊，对对对对，刚不是说不能对棋盘比，就是，不他是乱子啦，他没有。哦，他在沟通。你看，你第一名，我第二名，我一局两。倒霉哦，你看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呛对方，他在呛对方，要开比，那可能比他。哦。造比不误。看，有没有争议啊？大不了就跳个预言家。太小。应该是 River 在搅乱人家的，没有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我说不能讲这样子，大概是指一个区，然后好像这样子啊，就不要指一个区，测不准啊，我不知道你指哪啊，哦，看现在他偷袭九宫啊，他偷袭九宫，你看摆那个位置是要偷袭九宫，黑色要偷袭九宫了。哇，这很接近，到底是吧、啊？但他们现在九宫对射啊，这场白就不会下到直接走完、啊，因为这场他们是目标都是九宫对射、啊，就很明显啊，看到底是谁把谁的九宫占了。现在该黄色，要么直接隐身。现在该黄色直接隐身，而且我们该黄色啊，应该应该粉色。该粉现在就有绝签了、啊，他不管下什么，人家都下一个白都要挡车。所以就是还是有那个，我说现在广州是绝签，有一个好机会。那为什么黑色那一手他不挡，他是留给他队友挡？他留给队友挡啊，就是他们沟通说要留给队友挡。这次是什么呢？开进去了，炸炸炸！感觉、就是开炸，点进去炸就赢了。还是瞄着啊，都瞄着。他只是在做下一手的预备。对对，做预备，做最后总攻击前的预备。这一次，那这个要台湾一定要防，一定要挡车啊，要挡车。对。挡车或是把四给干掉。把四马干掉一只。台湾应该不会看不出这个是个杀棋吧？他如果不挡这个车，我就看不懂了。哎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黄色嘛，因为如果是别的色早就动了，所以他一定要闪狙。哎，时间挺过。剩七分钟了。但是刚才绿色玩家有在那边指一指，应该就是说，等一下来，我来挡，我来挡，我来挡。我有废子，我有废子可以挡那个。进攻，我的黑色。他也在冲九宫，黄色完全拿出 IG 了。哦哦哦，一个 easy。跟女朋友通通信。而且黄色在啊，他上在那里吗？看不懂啊。这样要被泡了。对啊，G马四啊，还是让真的没有看到 G 马四已经描述他们九宫了，这就有机会。他可能被他那个黄色的 IG 给迷惑了。可以拍拍肩膀吗？这样。就是说，黄色故意滑 IG 来让。对方送钱，还有沙溢，他隐藏沙溢，哇，漂亮哦！为什么只是挡区？哎，为什么没有挡区？要被骂了，要被骂了，要被骂了！为什么不挡？四二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为什么不挡区？玩滑 IG 吗？滑 IG 啊！
加油，继续加油！哈哈哈！锻炼已经死了，他在这里，他已经死了。我一站上面，不行，不行，像在这里，像在这里，他刚把我们吃掉，然后你。好，我吧，对，结束了。不行，不行，上回合才可以。好，我吧，对，结束了。